今天我来到议会，我是要拨乱反正。我的标题是誓要革走戴耀廷，这些伪学誓要革走一些歹毒的言论，在大学里面问候人家娘亲，誓要支持警方除暴安良，平复港独，还我香港的稳定繁荣。三一一曾经是日本的大地震，但不是香港的沦陷。我们必须要谨守岗位，在这个议会里面，我们要的不是那些脑袋入水的人入来在议会里面抽水、混水、摸鱼。立法会是需要屈人之兵，香港才可以战无不胜。主席，杀无赦并非煽动暴力，我绝无此意，但我敌忾同仇，爱国情怀来自于岳飞，我爱港之心来自于李光耀。你笑得了，林卓廷，因为你不认同岳飞，因为你就是那只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喝饮匈奴血，你是匈奴一滴血吗？